迅猛三十公里，是。短讯，短途讯飞。一边剩下一只，再放一只出来陪他们。短訓三十公里，固定航道。不要再出来了。就是两边没有内置的，就是他比赛的印章的记号。短讯三十固定航道，加深归还记忆，找比较空旷明显的地标，让鸽子习惯这个地方放飞之后，它就会适应这个航道，记住这个位置，会加速归还的时间。六月六见，应该会再绕回来。直接过去了，看到。有时候我们短讯也可以做第二次的短讯，有些人在利用九点做第一次短讯，三十公里，回后快要中午十一点左右，他可能回去休息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然后再出来。移到七十到一百公里左右，不过那个地点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。要确定鸽子会安全回家的地方。这有时候就是两趟短讯配合賽鴿进入鸽舍归返时间，可能到中午，他利用中午让适应中午的天气温度。有时候天气热，有时候一般鸽子我们在加飞或者外训，有时候不一定会训到那个时候，强迫他适应那个气温。还有气流，增加比赛的归还率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这是一个
方有铁路、有高速通过的地点，所以他在天空上会看到高速，也会看到铁路的状况。那在飞行的时候就会有印象，飞到这个地方就会有印象。如果常常在这边巡航的话，它就形成一个交汇点。交汇点的话，它就有助于赛鸽的短期记忆，在赛前特别在抓过来这边短训，让它习惯这个地点，看到这个地点马上就会加速。水平航鸽子到来，水平陆续建鸽中。花莲的鸽子，还少一只红鸽，一只山林的红鸽，最好赶快回来，不然连碰的主又完蛋了。希望不要受到老鹰的袭击。这只鸽可能要等一下注意一下，有老鹰。
山林回来的，不知道飞到美国去还是受到老鹰的攻击，迷失方向，飞到下午两点多才回来。等一下检查看有没有外伤。检查状况。放这边，天气阴天，偏东北风，7:50开始放鸽。要请你大家早吼，今日10月16吼，咱今日放水槟吼，你即摆华人家请你放，咱等下放完吼，咱再开始要放假吼。啊，即目前乜天气吼？是乌阴天啦吼，拢无落雨，咱唔落怪咯，拢做好天嘅吼。咱华人几个，家人一边看起来较乌吼，咱即摆等下你7:50好啊，7:50咱开始要放假。